来，一二三，哎呦，哎呀，有没有？上来了，有没有？哎，你看，做父见母差哦，好啦，乖啦哦，那我们说好了哦，要好好努力，好好做父见，哦，不要让你妈妈担心啦，好不好？姐，你还是你们家唯一的男生的哇，你本来都是应该要照顾妈妈、照顾姐姐的啊，是不是？ 无安怎无代志啦，抱一下就会讲了啦，吼，抱一下就没有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啊！别哭，咱来跟他哭，啊，唔着紧讲啊，哈。你安怎啦？有，你有话好讲嘛，哈。 妈妈，停下！妈妈，停下！哈，安那安那，我要紧忙去。怎么想呢？李大医师搁伫啊？嗯。别老人家都相信咱，咱都尽全力共照顾。紧去我。小王姐被骂了啦，叔叔妈我过拿了，我先过去帮忙。哦，去。哇，是啊，大家有咧骂人，你家人是叔叔妈，你拄好拢伫诶。哟，阿仔。 那安尼吼，哦，时间拢摆甲拄好拄好呢吼，所以啊，我就是来甲你提醒，来甲你刹车的啦，李大医师。好啦，叔叔嘛，我讲即摆少年人哦，无教命的，我先甲你啊去想者。好啦，莫生气啊啦，哦，莫生气啦，哦，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啊，李大医师哦，伊就是迄款人啊。 伊也毋是虾米歹人，毋过哦，伊性情哦有够大啦，脾气有够歹啦，啊，别人代志拢爱100分，99分都袂用的，99分差一分，安尼伊都无爱，咪想够酷刑啦，哦，嘿妹，哦哟，希望爸爸说抱歉，是他出去的时候打翻水没有擦，刚刚听这件事害小文姐被骂，让我来跟小文姐说抱歉。 我老妈，你哭啊！哎呦哎呦哎呦！你来搁哭啊啦，莫搁哭啊，莫哭啊，莫哭啊！哦，我是来刚刚委屈，搁我哭一个就好啊，妈。哟，安尼哦，哦好啦好啦好啦，妈先甲体谅一下，哦，总讲一句啦，伊哦目的嘛是要甲你磨练一下，对吧？就像以前有黑社会老大啊，有无？那咧训练细汉的时阵啊。 哦，好，迄是我严格的，我甲你讲，迄安尼吼，细汉的以后毋才会变老大，啊，变老大才能独当一面啊，对无？有了解无？上是老大啊。啊，啊，伊来啊啦，对，嗯，嗯，嗯，阿兰，你讲我的歹话哦。 我在咧想讲哦，叔叔妈，当时要甲我念，真的呢，真的啊，恁大家拢惊我，就讲叔叔妈，我咧骂别人哦，伊来骂我。嗯，无，即摆是安尼啦，我看我是承担叔叔妈讲了，等伊讲了，我才来食。啊，若无，伊安尼定调调的，我本来食落，消化不良。 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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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月，庆祝婚礼书安尼甲你误会，拄好知影你明仔载过生日，所以提早要跟你讲来甲你庆祝。
想说啊，你讲真歹势。是的啦，伊人哦无歹啦，啊只是个性较急。我爸爸不可以误会别人。对啊，现在是这样啦，叔叔妈都跟我讲过啊，拍死了哈！我这李大医师哦，卖犯错啦，啊，若做唔到代志，就另来回事嘞啦，啊！谢谢谢谢啊！我好了，拢是我唔好，叔叔妈，我今麦应该安怎？你想要安怎？切过两个啊，要安怎？来啦来啦，吃紧刀。来，主角吼，切第一刀啦。啊，外口是安怎？是咧吵啥？唔知影呢。迄跳舞赵树佳过来了。家己饮酒开车，共弄到安尼，是要搁甲人讲啥啦？啊，唔是我啦，是我讲唔对啊，是迄个医生哦，直直轰骂，直直轰骂，搁差一点轰怕呢。黄太太，伊迄个读高中的查某囝李阿公，连伊妈妈拢险险忍袂住的，嘿啦，是安尼啦。哎呦，哪会安尼啦？哪会去甲动手啦？嘿，啊，你还搁跪在遮哦？师姐，啊，你是张太太？哎呀，师姐，哎呀，啊，恁定跪在遮嘛，唔是办法啦，啊，啊，照讲吼，哎，你是医生人呢，啊，哎，医生是要救人的呢，啊，你即马酒驾肇事，你开车共弄干呢，应该是追加一定呢，你知无？那人的黄先生才五十几岁啊，尔呢，互你弄到安尼，还阁是酒驾呢，啊，即马是死是死吼，还甲你拔河嘞啦。我知影我唔对，我真正做了唔对，我一直有在忏悔，我嘛一直在祈求天公伯后，保庇黄先生会当较早好起来，较早脱离险境。都怪我，我迄时阵吼，我真正无应该啊，有迄种侥幸的心态，啊，我嘛袂去人弄着，我真正够糊涂的，我够糊涂。嘿啦，这人吼，时时刻刻拢爱说你啦，袂用有一念之差的。啊，万一嘞，万一人人若救袂起来嘞，啊，毋是同时毁掉恁两个家庭，啊，恁心肝内敢袂艰苦？好啦，起来啦，起来，紧起来啦！恁即摆先起来，啊，今仔先转去，啊，若无吼，迄探病的时间到，人迄家属对内底行出来，啊，佫看恁两个跪伫遮，吼，迄一定佫受气，性地佫夹起来，佫激动，对无？安尼哪好？吼、哦，我会甲因讲，讲是我叫你转去的，吼、哦，真实的啦。啊，你即摆听我的啊，我唔才有法度甲你斗相共。师姐，免安尼啦。